排嘞。下一个，帅气的老板。到我们朋友那个烘干厂了，拿了一些抛下来了，晒干，储存冬天的粮食。那几位爬嘞？上面还有很多稻谷啊，机器是打不出来的。很多朋友建议我们去做清除，关键是我们这技术还不到位啊，就怕没做成功全都浪费了。前期我们还是先晒一晒更安全一点，等后期慢慢的琢磨出来了我们再做清除。里面有稻谷，不知道能不能做。刚才的收割机打出来的，挺新鲜的，努力倒一点给牛吃。要是我们去稻田里面收稻秆的话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没有猫虎，没有我们在风干厂弄的好。老板，我带死你我哟！上次他照顾过我们，用那个钉子把他胎轮胎放气。我表哥天天要往这条路上过，改天搞个陷阱，把他轮胎给砸爆。叫他出那个过路费。嗯，死路是我开，死树是我栽，是我栽、这个没有文化真可怕。要到下半年去稻田里面收收稻秆就比较方便了，直接放在稻田里面晒干就直接抱走就可以了。全部搞走，放在马路中间，影响交通。做个好人好事，吃不完我拿去喂鱼。哎呀，这还有很多稻谷在上面。大爷在做午饭，在炸我们上次网的小白条。你在那跟他们做哈，我们是大粪去了。什么？我们是大粪去了，有饭吃。乖，媳妇，老大就是饭，媳妇还不知道，说这个饭都煮了。刚刚来电。媳妇，饭店是大餐，是什么小白条？我走了，你们俩在这里啊，拜拜。拜拜。
吃饭，老大叫吃饭。好，嗯，吃饭，吃不完打包。